谢谢啊，大伙破费了，给我一个人送这么多的礼物，给的这是用零钱呢、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啊？钱财如粪土，别哪儿您就收起来了。仁义值千金啊！哟、嗯，真了不起啊！是，以五大洲60个国家的钱币，预祝德云社全体巡演票房长虹。谢谢谢谢。60个国家的钱币，那、嗯、这是我和于老师我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先搁着，到后台再分享啊。刚才是高峰，还得干，看这个别动啊。您就别惦记这个了，高峰和栾云平是说的，这叫18愁绕口令，哎，不容易。嗯，当当当当当当的。嗯，说句良心话，都是从小学的，见功夫，这个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就得练啊。尤其我们这个凭能耐吃饭的普通民间艺人，嗯，不容易。我们和体制内的专业演员们没法比。是啊，哎，你们别这样。我都学好了，现在不惹别人了，是吧？说到这儿乐着，没有，很开心。这个其实说句良心话，嗯，我们很清楚到认识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民间艺人，没错，凭能力吃饭，拿着钱养家糊口，嗯，上有老下有小，哎，就是这么简单，嗯，跟您各位都一样。哦，有我们的喜怒哀乐，都是人，一天到晚呢，跟老百姓过日子一模一样。就是，并不是说站在舞台上这帮人就如何如何了。嗯，没有，不是，我们有喜怒哀乐，嗯，我们也有自己的婚丧嫁娶。哦，朋友来往都是如此，交朋友。哎呦，这一年光随份子随多少钱？随份子能随多少钱？你谁家没个红白喜事啊？对呀、啊，今年你算啊，纪念萨达姆去世50周年，我随了个200。不小，你道远就别去了，去了来回车钱更不够了啊！闲见人不就啊？本拉登随个400，就翻一倍啊！塔扎菲800，嚯、哦！本来说到年底差不多了吧？嗯、金正日又没了，嗨、哎，来就来，随了个4000，嚯、哎哦，这怎么那么些？他们说这个人跟德云社有关系。不是司机的，哎，是我呀、啊！您别看我没关系，有关系怕什么的吧？啊，关系怕什么的吧？大伙儿都说是不是有点像？我还没戴墨镜呢，我。好多人都开玩笑，嗯，说于谦老师有点长得像金正日同志啊，这个开玩笑，对，也并不是说对死者的不尊重，那长得像的人很多很正常，就是，还有人说我呢，说您，说我像金日成啊，谁说的？我陪着你，哎，就别陪我，您离我远远的。一说一乐的事儿，可不是这个事情也不必上纲上线啊。但是由此让我非常的感慨，怎么权高位重到头来无非是一缕青烟，早晚得死，广厦万间莫眠七尺。对，你趁着金银千千万，临死两手攥空拳，真是你有衣服千百件，没见你每日天天的穿呢。对，活的时候争名夺利，到死了就是盒里那一把白灰。嘿，所以说活着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嗯，不要争名夺利，尽量的让自己活得舒坦一些，这是重要的。没事锻炼锻炼身体，练练与人为善，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心态调整是不是？嗯，这方面于老师值得我学习，我又值得您学习。你看看，嗯，耳目宽心地宽，哎，谢谢您的评论，真的，人家生活包括他日常的生活三个字儿，啊啊，快快快，三个字儿吗？这怎么不是三个字儿啊？不是这一个字儿啊！快快快，说三遍！啊，这叫三个字儿啊！快快快，怎么快快快？吃得快，睡得快，拉得快！哎嗨，这就不露脸了。列位，别小瞧这三个字啊！长寿之道，怎么您说呢？吃得快，嗯，不管荤素，不挑食，嗯，拿来就吃，哦，营养均衡。啊，这倒是，睡得快，躺下就着啊，没有来回翻的嘛。哦，我们好些同行啊，睡觉来回折脸。嗯，呀，郭德纲怎么不死
死啊！哎嗨，咒人呢！金鸽子货有的是啊。哦，于老师没有，我不说这，躺下就着，哎，睡得快。第三，拉，这也是好事。话虽然脏一些，但是道理是真的。你讲讲排泄啊，人体代谢循环的快。哦，最起码对您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这说的有理，有时间，有固定的时间啊，没有说便秘了，解出手来腹泻都没有，对，都没有。早晨8点钟准时排便，好，9点钟准醒。哎，我拉床上了，天天如此，好嘛，42年来无一日中断。哎，对，我生下来就植物人似的。挺好，还挺好的，挺好。这反正您身体状况比我强，但是老不动啊。啊，我能躺床上啊？后台的孩子们净说我了。嗯，我您看人于大爷，人家精神状态，你们俩差这几岁，你就不如人家。我说我怎么办？是啊，你说您跟我们上健身房去玩去，练练好。我练什么？我没去。您就试一试嘛，就这帮孩子们，徐云鹏 啊，什么这个烧饼啊，一大帮人非让我去，去了一回我就吐，真不去，真去过，人是见天跟真事儿锻炼。是孩子们领我来，看咱不懂，就各种机器跟着跑了那个啊，对，举着哈，哎，是练这个，这是哪儿练的肌肉的那个，哎，一人找练，躺躺嘿，熟练，您也来，我说我来哪个，说您随便，哎，挑一个，不过刚开始啊，别跟我们似的，嗯啊，慢慢来，循序渐进，没错，找吧，一进门。有机器，我说来这个吧，来吧，20分钟，嗯，我就吃不消了，至于不至于，我真吃不消了，真的，哎呀，吃不消了，是吗？那里边有饼干、巧克力、饮料，哎呀，你给钱就出东西，给钱就，我实在吃不了了，哎嗨，这么个吃不消了，你看，这得什么时候是一站的？您找一什么机器呀、啊？这是就自动售货了呢？那嗨。那不是健身器呀、啊，反正现在努力吧，努力的去锻炼健身，那是对啊。孩子们也都去锻炼，郭麒麟啊，我儿子郭麒麟现在还天天跑步，那对，练拳击好。我说你行吗？我试试。哦，我省得让别人打我。嗯，我没事，我还可以打人家。成，我说小孩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哦，学完出去打架去，真打呀？那天不就是吗？我儿子郭麒麟回来，脸都青了。哟，那是让人打了，我吓坏了。儿子啊，你说那边。老跑不了，合着不是我就形容嘛？啊，我正跟家，我正看书呢。哦，回头儿子、啊、怎么还回头？我儿子回什么头啊？好，儿子你脸上都青了，怎么回事呢？是啊，让人打的我。哦，我说你又那么胖，又近视眼，你跟人打架，眼镜呢？啊，口袋就掏出来了，完好无损，搁兜里。眼镜怎么没事呢？啊，那个我怕把眼镜打坏了，我先戴眼镜看明白了。哦，然后摘下来，凭着记忆打。哎，这叫盲打呀，这啊，让人打的脸都这样了，那没法不挨打。不是你这孩子真不听话啊？你说吧，你以后还这样吗？反正我跟打我那个人打赌了，还赌？我跟他打赌了。哦，哎，3天之内必须给我道歉，是，否则话我杀他全家。哎呦，太狠了！把我气的啊！我说孩子，这我可得管你。是你才16岁，真是你怎么能赌博呢？说你，这是不应该。这不是赌博的事儿啊！杀人那事儿您不提了。我他妈还没去呢。哎，去了就晚了吗？这不是？反正就得劝你呢啊，得劝你呢。孩子说，我看那武侠小说、电视剧、电影里边的武侠不都是那样、啊、想杀谁就杀谁吗？对，《水浒传》里武松、鲁智深哪个不是杀人犯？嗨，还都说他们是英雄。我说时代不同了，对，你不能跟当年那样。那小说呢，都是演绎。是，哎呦，看完这我心挺难受，不高兴啊！不光不高兴，我替孩子们担忧啊。是，他们把武侠曲解了。哦，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呐、啊。对，不是上街打架，那叫流氓嘛。没错，真正的武侠，嗯，那是于谦他父亲那样。终于说到我这儿了。哎呀，我这心里太快了，刚快乐起来的吧？这个好多人不太了解。您说说，你在舞台上多次调侃于老爷子，啊，这样其实我内心很内疚。因为于老爷子并不像，当然了，也是在你们的支持下。谁呀？谁支持您啊？那么，到底说老爷子是一做什么工作的？啊，我们今天正式来提一下聊。您说，老爷子是个武术大师。
这比前面那好不了哪儿去，我跟你说。他们家世代相传练武术。哦，练武术的，他爸爸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您瞧，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哦，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这儿的，带绒绳，带锁链，带倒水钩，带峨眉刺。嚯，没有不会，全练。尤其最拿手，他爸爸打小练刀。哦，刀，练刀啊！嘿，太厉害了。是因为他祖父当初就是练刀的，哦，传的。哎，他祖父在江湖上赫赫扬名，是于东方。哦。哎，得了一本书叫《葵花宝典》，东方不败。我看看，不能学这个，当然学这个疼。实话实说，后来自己苦学啊，哦，终于就一不留神成功了。这一不留神成功了，那不还是练了吗？不是，就反正挺有名。哦，啊，改名叫于不败。这对这回名传了，这个瞎传的。他父亲从小各种刀都练过，是吗？单刀、朴刀、鬼头刀、长柄短刃刀，哦，鱼鳞紫金刀、青龙偃月刀、崩头护伞刀、腰刀、吊刀、驴耳刀、曲刀、戟刀、眉尖刀、玉林大刀、行刑刀、鹤须大刀、山头刀、牙柄腰刀、鳝鱼头刀、脊梁宽柄刀、狮子长环刀、龙环柄刀、龙血大红刀，全有，全练了。最拿手就是他手里这个什么肩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好紫微微蓝娃娃霞光万刀绿彩千条象牙筷子加凉粉剁剁碎站着微微这口刀哦削电弯眼刀，嘿，这名字起得好，就这大啊，哎，削电弯眼哦，太厉害了，融合了江湖上三大流派啊，北京、济南、江州，您听啊，人家说这叫肉上雕花，是啊，当然跟针灸按摩并称三大国术。嚯，那他的刀法呢？说良心话，人家刀法有传授，是吗？最大特点就是不伤皮骨，当时下地行走如飞。哎，修脚的呀？我说削电弯眼刀呢，我还没明白呢。这武林高手一见你爸都抬脚啊！哎呀，不愣住，咔咔！哎呀，还带挖鸡眼的呢，这咔！无论是谁。挨完刀之后都特别客气，是啊，掏出十块钱来。哎，这嗨，哎，这不是客气呢。老爷子威震南城，青花瓷一带，哎，澡堂子，人称第一刀客，这也起个好名字。老爷子谦虚，不，啊，我可称不了是刀客，就是，啊，一个小学生而已，真客气。这个在于我这个人，人品很孤僻，哦，也不合群。是，以后你光叫于不群就好了。哎，哪有自己给自个儿起这名字的？光学会了刀不知足，是吗？接下来你父亲要耍剑了。怎么那么别扭啊？这宝剑三尺剑啊，过去说三尺剑六钧弓，啊，包括念书人都得带着剑。对，哎，三尺剑后边有一半，底下甩那穗儿，是这叫剑穗儿，哦，名词叫剑袍。哦，分文武两种剑，嘿，挂着穗儿的是文剑，嗯，念书人也能带，哦，知道吗？装饰作用，武将那个不带穗儿，哦，以此分文武，嗯，这得拜师学，真学，不是说你爸爸想剑就能剑，哎，哦，还要比他剑呢，来，学什么？嗯，得找老师，拜师学。江湖中有一位高人，哦，哎，这人是西门吹雪的弟弟，他叫吹灯，哎。要死专门练这麻辣剑，哎，练完就准死，我跟你说什么话，吹灯麻辣了都，就是练了不那个剑，摆一排这个蜡烛，哦，拿着剑啪啪啪啪啪，哦，都能给拔下来，这剑功夫那太厉害了啊，而且还不能伤了蜡，是剑前有一下怎么拔，那怎么办，剑头里有俩铁钩，哦，哎，啪啪啪，平时没事背个筐拿着来上街啊，砍粪去了吗，这不还拿一筐上街，跟着高人学长知识，哦，长知识，嗯，哎，这天夜里边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武林中人最喜欢就是找高手比试，那是西门吹灯的仇人来了，是夜半三更要跟他比试，哦，老头一点都不怕，那是跟你父亲仗院啊，攥着有剑，有架势，杀我的精神啊，嘿，又打院墙外砰。头翻跟头翻起一个来啊！西门老师乐了，哼，来呀，啊，嗯，拿过我的红裤子来，干嘛换红裤子？别弄上血，真放粪，大家伙，嗯，砰砰砰，起来一百多人，哎呦，
喜欢看啊，拿我的黄裤子，这是怕见上屎啊，吓穿了是吧？肮脏，废话，换黄裤子干嘛？坐着见啊啊！来了里边有一头哦，江湖外号叫吸血鬼。这名字吸血狂人太狠了，你拿着刀啊，比如你扎他，扎一扎，怎么着，啪一张嘴咬着你的刀，哎呦，紧跟一使劲，刀里边能吐出血来，多厉害，来块砖啪咬着这砖 啊一使劲，这砖里边能吐出血来，哎呦，后来才知道怎么着，他有严重的牙龈炎，哎呦，自个儿的血呀，多恐怖，哎对，补身体这倒是啊。到最后啊，西林老师看出破绽来，啊，炸过来，炸嗓子眼了。哎，这吸血狂人顺着嘴，全是血，那是牙掉了，那是杀死了一个牙龈炎患者。哎，这是，你也别提这牙龈炎患者。警察叔叔就来了，啊啊，给这西门大侠就捆上，捆上了，押着走。哦，往外走还喊了，啊，孩子一定要练剑啊！这别提这练剑了。弄走故意杀人，啊，判了一个死刑，嗯、啊，按揭五年，哎，死刑还按揭五年，当时不枪毙吗？废话，那就叫凌迟，知道吗？叫什么？这缓刑五年，缓刑五年，对啊。老师走了，嗯、你父亲跟这儿，眼泪都下来了，难受。为了纪念老师，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他叫第一贱人。哎，嗨，实在不怎么样，这名字不要学学这个。可怎么学啊，老师都死缓去了，是啊，后来想了想又练了一手能力，还练什么飞镖，哦，这暗器，镖是一种暗器啊，三寸长这么大，哦，三棱子尖，嗯，后边系着红绿绸子，哼，这红绿绸子是固定，也是为了把握方向，掌握平衡用的，哦，哎，三种使法，是镖哥的手心底这么拿着，嗯，啪，这叫阳手镖，哦，三过腕子来，这叫阴手镖，这么大，哎，反着打，这回回手镖，哦，看过三侠剑都知道，是有一个圣婴圣子穿，有三只金镖压落林，甩头一子镇乾坤，一口金刀安天下，南西北六第一人，扬子江心，道府八百里，康熙爷与亲戚四个大字，侠义可亲，有能耐，圣婴圣子穿，对，就练这个啊，你父亲练这练得准，是练得准，到后来练藏镖，这暗器嘛，藏镖藏在身上，哦，你还不知道藏着，那当然，哪怕他的衣服全脱了，嗯。他一丝不挂，光着，你不知这镖搁哪儿？你瞧这厉害，他可是一伸手就有。那是，这镖插屁股里了，这是，对吧？我还知道什么呀？这个不用打中啊，不用打，不用啊，是打脸头里唰一过，哦，当时就死了。哎，对，熏的那是，这不是自残的吗？这老练。厉害什么呀，老练本啊，武林中人都知道他这镖厉害，是啊，给他喝了一个号，他叫镖子，哎，他倒没打记者去呀，他叫镖子的，不要瞎说废话，我不承认那个人是他不是记者，哪有镖子，叫镖镖子啊，过去尊称孔子孟子镖子，没听说过，哎，到大连就大连哦，不呼呼的，哎，好，这都骂我爸爸呢，合着练这镖，看看真好啊，真好。但是后来啊，后来啊，出了点小状况。出什么事儿？因为他你剑虽然说没学全，也会一套啊，刀法更精纶，又有飞镖了、啊，觉得自己要做一个武侠，成吗？每天是一身夜行衣，嚯、哦，这带着一大金链，链上挂一盘金牌，是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地址啊，这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家住北京宣武。北纬路甲一号，姓于，叫步群，外号贱人，小名彪子。哎，这得多大一牌子呀！这夜行衣写不出来，就看一牌子了吗？这可以防身当护心镜，嗨，用不着。就是因为这块牌子惹了祸了，出什么事儿了？走夜道碰见劫匪了，敌人来了，愣小伙骑着摩托车劫道，哦，摩托车，嗯，停住了。跟你父亲打一对脸，碰上了。你爸爸一瞧就知道了。哦，这是劫匪，是只看我这挂金链子。嗯，摘下来往草里边一扔。哦，劫匪下了车，奔草地追起你爸爸，上了摩托车。
这个的吧。劫匪抓这链子，眼泪都下来了啊！塑料，嗨、哎，他碰上高人了。打电话啊，警察叔叔啊，我是一个劫匪哦，我碰到了劫匪。哎、警察纳闷，是怎么劫匪还劫劫匪啊？听不懂，你们不是同行吗？对呀、啊，是，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哎对劫匪有道德问题，你少喝点这个。要了命了啊！你爸爸不能回家了。是啊，牌上都写着，家庭地址都有啊。这人找去啊！天天堵在家门口。哦，你爸爸不能回家了。是，骑着摩托车浪几天啊？这累死了，非得。后来一想啊，就是因为自己啊，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能耐不行，还得找老师啊。对，真正的老师都是隐居在民间。是的，没有有能的人站街上喊我有能耐，没有那样的。没错，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问出来，真问出两位世外高人。是、啊，隐居在北京大兴野兔繁殖基地。哎，这嗨，藏什么地方不好？藏兔子窝里头。两位高人啊，一位。是少林寺驻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喇嘛，什么乱七八糟，他倒一鬼压身了，这玩意儿，这个真不好说，我告诉你，可不是不好说，一不留神就说错了啊。还有一位这 是从印度回来的武术奇人，他叫小嘎里黄瓜，你听着就那么可口啊，找吧，哦哦，来到这儿。摩托车撂下，是进屋一瞧，两位老师正在休息，休息睡觉呢。好，两位老师躺在床上，嗯，枕着胡萝卜，盖着白菜，抱着玉米，俩兔子精啊！这是，我说藏野兔繁殖基地呢，什么话都讲啊！我说哪儿有枕着白菜的呀？这是是是，不修辫子哦，这叫不修辫子。睡觉啊！啊，你爸爸过来，医疗医生跪倒，哦，托儿参见两位恩师，哦，俩人坐起来，哦。瞧见东西了，别捋耳朵了，俩老师哪有那么长耳朵啊？坐坐着啊，太没办法啊！你谁呀、啊？嗯、啊，这一说我是谁谁谁，哦、我叫于武群，我爸爸于东方不败。哎，我是贱人，我也是彪子。哎，还有点好词没有啊？我原来跟西门老师学艺，他给伤逼了。哎，所以说我这不是找您来了吗？想学艺，俩、嗯、人瞧瞧。要学精神，一须下苦功夫。这话对，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能吃苦吗？嗯，老师，我能吃苦。好，老师一琢磨，嗯，你能吃苦？别忘了，我本身这手就疼、啊，就行了，非弄出兔子来不可。我问你呢？哎，就行，哪儿有那么长啊？你能吃苦？好。武术里边需要口诀，好，我先教你一个口诀，你要能背下来，我就收你了。您说说吧。小白兔白又白，嗯，两只耳朵竖起来，你爸爸三天就背下来了，傻小子呀，这是。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哦，俩老师傻了，呼呀，很吃惊，他们俩可是背了一个多月，哎呀，仨智障碰一块儿了。这人聪慧异常啊！哟呵，太好了，留下你了。哦，好，两位师傅在上。哎，怎么不能叫师傅？那、啊、年纪差不了太多。哦，咱们三个人一阶金兰，拜把兄弟，拜把兄弟。哦，一个头磕在地上，跟亲哥仨一样，干哥们儿。起来之后，算算谁大？算算老王最大。哪有老王呢？哎，少林寺住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喇嘛。哎呵，哎呀，把王字都藏起来了啊。老王最大、哦、哎黄老二啊，黄老二小嘎子黄老二一二、哦、你父亲唐三啊、哦、他最小，哎，给俩哥哥磕头、嗯、给俩人过去搀着，哎呀，三弟请起，哎，起来三弟啊，打这儿起我们俩是你亲哥哥、哦、你就是我们的亲兄弟，你就是我的亲三弟，可不是，仨人好的跟一家人是一样，多好、啊、高兴、嗯、你别说，你父亲有一个做兄弟的样，是打两位大哥可以说很孝敬，很敬重啊，冲着进去扶着，哎呦，哎，给倒水、哦、吃饭是给递在手里边伺候，天天这两位参禅打坐，好，坐在蒲团上啊，坐啊，父子跟着一块儿，每、嗯、天黄老大这蒲团烂了，坐扔出去，这没地儿待呀、啊，啊，你爸过来了，往地上一趴，来，坐我身上，这太好了，坐我身上合适吗？没错，嗯，哎，有事小弟负其劳，好，您拿我当蒲团，好。往你爸爸身上一坐，嗯，王老大眼泪都下来了，难受。三弟肉蒲团真好，哎，
还顺带做广告的呢，是怎么着？你演过去了，我想啊，演过去像话。仨人好跟一家人一样啊，天天教你爸爸练武术。哦，你爸爸学这门武术叫紧背低头颅，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大葫芦，哦，里面装着各种暗器啊，用的时候抱在手里边，嗯，一拍葫芦，一念口诀，万箭齐发，嚯，威猛无比啊，厉害！天天早上你爸爸站院里抱着葫芦啊，叮当咚当当，葫芦娃，葫芦娃。抱葫芦就是葫芦娃，口诀呀、啊，这是口诀啊，这还差一个字儿。哎，那哥俩说你先练啊，这都会了，后边再有一个字儿、嗯，那一个字儿完事，他一拍，哗，暗器就出来，留这么一手，还留一手。嗯，时光荏苒，岁月穿梭，这天到了8月15，哦，王大哥的生日，还是兔子呀、啊，这个8月15，兔爷的生日，又是月饼节，中秋嘛，啊，三个人出去过生日吧，哦，开着大摩托，大开着。前面坐着少林寺住武当山拜师住大神住王了，哎呀，还行。后边是印度高人小嘎六王了，哎，仨人奔大兴城里要开个眼界，上大兴城开眼界，这仨土包子，找一只饭馆啊吃饭啊，东来顺怎么样？羊肉哎不吃，山西哦，狗不理包子哎呀不去，不行，听这名儿不好听啊。便宜坊鸭子不吃。不是，找一个符合咱们口味的。吃什么？哎呀，这个饭馆是新开的，叫兔子登鹰。还是兔子呀、啊？太吉利了，太吉利了啊！嗯、下车进来，往这一坐，点菜吧。点吧。俩凉菜，俩热菜。哦，俩凉菜，毛豆、黑豆。啊，俩热菜，炒洋白菜，炒一蒿子杆，哎，都是可口的。嗯。服务员说：“喝点什么呀？”是。仨人一块说、哎：“有胡萝卜汁吗？”嗨、哎，三瓣子嘴还漏风呢，你。坐等着上菜，嗯啊，哎，王老大、王老二俩人商量，这待会儿这饭钱谁结啊？啊、嗯，你爸爸站起来，我结。不不就不，怎么今天我过生日？哦，应该是二兄弟结。什么这是啊？他过生日别人结。老二说：“你说的这是兔话吗？”哎呀，嗨，人话呀！你是人吗？这你过生日得你请客呀、啊？啊，那不行。嗯、那咱这样啊，老三不算，就咱俩人、哦、打赌，是看看咱们俩人今天谁能大，比试比试，哎，比试比试，看谁武艺高强。哦，哎，谁要是武艺高强，谁不结账？好，这赌的，回头一看，地上有两桶水。哦，这个，好来吧，咱把脑袋扎里边，这个吗？看谁憋气时间长，扎猛子，谁力行，人兄行。好，三弟，再见了。啊，这是十分钟啊，老唐子过来了啊，这俩可淹死了，死了。这不是自杀吗？这不是谁接唱？谁接唱？你爸爸摸头就跑，这快呀、啊！啊，哎，对，这练出来了，这什么练出来啊？上摩托车啊，往摩托车跑，顺着往前走，嗯、啊，往前走，大兴出去就是盘古庄，对呀、啊，出西瓜的地儿啊，两旁边都是摆西瓜摊儿，对，你爸这车也没刹住闸，奔、嗯、西瓜摊儿去过，撞给人怼了，遍地西瓜都碎了啊！卖西瓜的不干了，是拎着刀过来，你要封你啊？这事不算完，嗯、啊，把车留下。嚯，你爸爸真急了啊！你土匪你啊！凭什么把车给你？就是废话啊！车是我的。嗨、啊，在这儿又碰上了。没想到冤家路窄，这是那劫匪啊！你爸爸把这葫芦摘下来，打叮当的咚当。这就别唱葫芦娃、啊。哟，还差一个字不会。这俩老师傅，这俩哥哥死之前都没告诉我啊！这怎么办呢？正犹豫呢，人家过来拿着刀。这个整个刀把这葫芦切开了两半，切开之后瓢啊啊！你爸爸眼泪都下来了啊！整个的我不要了，留一半。嗯，背着这半拉瓢远走他乡，还走，没人就是自个儿哭 啊, 啊，还是能力不够啊，还学呀、啊！遍求天下，投名释放高友，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躯，寒暑不侵之术。寒暑不侵，不管多热的天儿，越热越不嫌热，啊、练出自己不怕热，真好。哎呦！这不是热哪热？重庆、武汉，好嘞，就奔那儿去。去，哎，浑身上下秋衣秋裤啊，绒衣绒裤，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啊，里边穿好了，外边穿小棉袄。哎呦，毛冲外，哦，大棉袍，毛冲外，啊，皮帽子，毛冲外，哎呦，皮口罩，毛冲外，嗯，大皮鞋，毛冲外，啊，皮手套，毛冲外，哦，皮眼镜，毛冲外啊。有皮眼镜吗？是掏俩窟窿啊，就是为了练自己啊。他不怕热，哎，反正过了40度也不行啊。哎，太热了，找一台阶坐好了。哎，狗啊是怎么着？就是为练能耐。是啊，要寒更了不得了，寒怎么着？上西伯利亚，
哎呦，那是最冷的地儿。是啊，西伯利亚找一旮旯没人地儿啊，啊，旷野荒郊，脱一光眼子啊，这啊一丝不挂，光着，吃泼凉水，这手端着冰镇酸梅汤，哎呀，这手拿着扇子扇着自己，嗯，冲着风口，哎呦，风口站着啊，还得唱歌，唱什么呀？这就是二，可不二吗？这说也说不清楚，别说了，练吧，他就是二，练吧，这一晃练了五六年。哎呀，一身的能耐，有能耐，江湖上都知道有一主了不起啊！哦，各种兵刃都会，背着大瓢，神出鬼没。哦，但是人家名树的人怎么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嗯，地高于岸，浪必摧之；啊，爷秀于世，孙必摧之。那这孙子来了是吗？话，狼必摧之。武林中有人要跟你父亲来比试一下，打。来了这位太了不起了啊！侠三山胆五岳，哦，恨天无霸，恨地无还，人前显贵，傲里多尊，武林之中第一英雄，谁叫王小肉？哎，这嗨，这名字都对不起这外号，我跟你说，找你爸爸来，俩人约在昆仑山光明顶头，要在光明顶两个人比试一下山尖儿，别人谁敢去啊？你爸爸真来了，哦，来在了光明顶这儿，嗯，把这大瓢扣在脑袋上，嗯。仔细观瞧，是这儿立着两根菊花桩。哦，哎呀，这不对不对，什么叫菊花桩？应该呢，梅花桩。哦，这对不起外行，不懂这个。梅花，两根梅花桩。是对过站着这王小肉啊，俩人打吧。嗯，王小肉瞧你父亲，这个戴鸭舌帽的这个是贱人吗？这是鸭舌帽吗？你打住，别废话啊！有什么能耐冲我来打吧！王小肉掏出铁棒出来了，好，十根铁棒子，嗯，都这么大啊！啪。啪一扔，是你爸爸练过藏镖啊？咱一转身一毛腰啊，谁没看怎么回事？把这点铁棒子，咔嚓咔嚓，就跟进了鞘似的。呀嗨，找不着了是吗？没了啊！你爸一回头，哎，哎，行了，干嘛上瘾了是怎么着？把王小肉气的呀！啊，打起来吧，打吧！爸爸摘下瓢来，嗯，按先天八卦。前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伤度九紫金该是吧？这个行为，俩人打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的这个主啊，挂着一跪眼泪哗哗的。罢了，你是有能的人，我可怕着你了。是武林中从此不敢有人跟您造次。嗯，这个瓢神出鬼没，我给您送个外。